弟兄姊妹，心灵珍宝今日的主题是约伯在苦难中向神的信心和盼望第一部分。我们从约伯记见到仇敌的猛烈攻击，也都见到神掌管一切，要使人末后有指望。约伯在苦难中对神仍然有信心。约伯记第13章15节提到，即使神要杀他，他仍然仰望神，倚靠神。主钉十字架所受的苦比约伯更大，但主因着信心和盼望越过一切，并且带出最大的果效。有一个人我大家很熟了，谁个听过读过约伯的句子，起码知道他是不是受很多苦，很厉害。咁啊，佢啲仔女死晒，佢嗰啲牛羊啊冇晒，好多啊，骆驼啊养到好多，喺日之内冇晒。同魔鬼好毒系咪？个都系话得翻佢一个死剩啊嚟报信，一个完咗一个，啲时间安排都好好啊，仇敌都搞啲害你嘅嘢，好毒啊！但系好宝贵系咪？神控制住晒，神准佢唔系越过界限。但约伯初初佢唔知道结局嘛，佢未睇到42章佢最后嗰时，即神要加倍嘅赐福俾佢。同埋经过之后佢成个变化到呢，佢本来已经系一个好正直远离恶事敬畏神嘅人啦。当日嚟讲系已经系可以叫完全人㗎。但系仲可以进步咁大。佢后来佢点啊，佢觉得以前系风闻有神啫。虽然已经系当日嚟讲本来已经帮神好近。就神对佢有密友之情，但经过咗一切之后点啊？佢更经历神，已认识自己。佢话点啊？而家亲眼见到神咁样，你争几远啊？我觉得约伯记虽然好痛苦，但都有啲钻石出嚟噶。嗱，好宝贵，佢心底仲系有个信心喺度。三个朋友嚟想安慰佢，嗱，但系所以要决真理系难帮人啲啊。所以三朋友呢个个都系指佢，你有罪你有罪。但就系约伯中意嗰时唔系因为佢犯咗罪。一个指佢犯咗罪，即系好似无告佢。约伯好痛苦。我读约伯记录我都系一次笑出嚟。但你唔解意思啊，即系唔系痛苦得意。佢而家好坦诚啊。我相信就神睇见都觉得好有趣。都好宝贵啊，虽然啲朋友呢就唔够认识。就帮唔到佢，反而就使佢痛苦啲。佢唔系一反咩罪遇到啲嘢，一过喺度话指佢有呢啲罪啲啦，好控过佢咁样。因为约伯记咧系可能会仲早过创世记嘅，咁啊差唔多。咁啊好宝贵咧，就系佢咧咁痛苦中，佢有啲嘢咧就都讲出嚟都几犀利下嘅。当然主未嚟地上啊，佢都仲系有啲信心啦。我真系好宝贵。到42章做完晒之后，你睇到嗰两个神满心怜悯，神系唔理啊，完全。当然唔系想佢受苦。如果你话佢冇经过啲嘢，而家你冇约伯记啦，你系咪蚀底啲啊？如果约伯记俾睇到啲一般人唔知嘅，即系仇敌嗰啲嘢，同人有咩难处，唔系一定就系有罪嘅顶出嚟。但系睇到神嘅掌管住晒一切。使约伯结果是好的，真的会后有指望。所以仇敌咁毒，但神都利用仇敌。约伯当然受紧苦时，佢唔知道将有本约伯记喺度，俾人认识到神佢几咁关顾我哋嘅难处就苦难。好长啊，42章神都记载成卷书咁长，都系讲苦难方面。就神帮呢苦难嘅关系。就再仇敌，有啲世界，但因为有一位系真正爱我哋嘅主，呢约伯都系，最后点啊？结果系咪好美满啊？就得佢啲嘢，有时唔经过呢个苦难真，佢自己唔能提升到咁嘅地步。咁佢咧就唔系一次，只不过想咁强嘅，你发现佢有起起落落嘅，亦都有甚至佢咒助自己嘅生日，想唔想出生喺世界度？因为太痛苦啊！但好宝贵，佢冇咒咗神啊！
咁佢睇佢呢个有高有低，但神都系咁爱佢，同埋咧喺度睇住晒，即超过嗰啲马骝嘅爸爸妈妈睇住佢个小朋友。魔鬼唔能够随便喐手。我睇呢个第十三章十五节，有啲圣经原文咧，佢有啲意思咧，有时都有啲亦都好啲嘅。新和合译本咧，帮呢个啲唔同啊，有原文灵译咁就紧嘅，所以佢有埋啲细字，我觉得嗰个亦都会好啲。啊，十五节，佢话他必杀我，我虽无指望，喺度我亦得，我觉得未计最好嘅。然而我在他面前还要辨明我所行的。佢觉得而家前面都死啊！嗱，我就将其他六二本读啲俾他听，我就将我觉得比较准确啲，亦都比较好啲嘅讲俾听。新和合译本嗰度咧就咁嘅，差唔多有啲，但系佢喺度注明咗咧原文另译，嗱嗰度比较好啲嘅，我相信个准确啲。看啊，他要杀我，我毫无指望。然而我还要在他面前辨明我所行的细字啦。嗰原文佢系另译。我毫无指望嗰度咧，译做我仍要仰望他。嗱，呢个我觉得比较好啲，应该系准确啲啊，准确啲啦。我觉得就呢个答辩嗰度。另外仲有 amplify， 佢译晒嗰啲意思出嚟，佢译得详尽啲嘅。佢有咩其他嘅意思，佢尽量译出嚟。咁佢就话咧 ，Though he slay me， 即系神就算杀我 ，yet will I wait and trust him。但佢仲係會依靠神，但佢有埋呢 Behold, he will slay me, I have no hope。 兩邊譯埋，特別嗰譯得我係最準確嘅應該。佢話 Behold, if he slay me， 即係佢看啦，就算佢殺我 ，yet would I trust in him， 但我仍會係信靠佢。But I will defend my own ways upon him。 King James 我覺得都應該係，我覺得應該好啲嘅，即係話咧，就算佢殺我，我仲係信靠佢。嗱，我呢個係好寶貴。而家就算佢未死啊，細約伯差唔多似已經被殺，俾魔鬼整到好痛苦，從頭到腳生瘡，進一步佢真係死亡。佢話：就算神殺佢，佢話 Yet will I trust in him， 我仲係會信靠佢。當然佢咧，佢全個過程咧，唔係不斷喺狀態，有時佢講出啲比較冇咁大信心嘅話，佢係有啲嘢喺度嘅，佢仲係佢對神啦係有啲認識，不過有時掙扎啊、戰鬥啊、起起落落咁樣，但係都寶貴佢有呢、這個，即係神都寶貴，佢殺我，但我仲係信靠佢。嗱，我應該係有呢樣嘢真係，神叫亞伯拉罕以撒，但係就實際子啦，主要出釘十二架。以赛书咪三章话啦，就喜悦将佢咩压伤，洗手痛苦，神爱爱佢爱子咯，根本就死啦，就十二架就死。如果死仲厉害过约伯所讲嘅死，佢知道咁死咗，但主经我死啦，系有神嗰啲击打离去，担当全世界嘅罪，嗰、那个刑罚，嗰、那个痛苦系，除咗所有痛夹埋都冇更大痛苦。但系主要信唔信任神咧？个父话我将个灵魂交喺你手里边，主要佢系点啊？佢超过咗希伯来书手将嗰啲信心嘅人，佢因着信，佢一前面起落，希望收入忍受十二架苦难，但佢乐意照父嘅旨行，父之就佢死十二架上担当你我嘅罪。所以神佢自己先系受咗最大嘅痛苦。咁我哋痛苦佢係睇住晒，有一句话好宝贵，佢话呢我哋所受嘅试探唔係嗰啲人所能受，佢知晒所有啲嘢，佢使万事考虑。主钉十字架，神都使其他受殺佢嘅人啦，或者犹大賣佢啦，全部考虑。就个木头都係神创造嘅，啲金属啲钉都係神创造，冇人兼残酷，但神要佢爱之得荣耀。即系十二架上，直到永远，同带嚟整个宇宙啦，完全难以形容嘅幸福，挽回晒成个人类，到有一日都会都成了，使我哋比较远超过亚当嘅幸福。
喺之后佢钉十字架，所打嚟。